不然再看奥运啊，我只有去比啊，奥运。你比哪一个项目？比什么项目？好厉害，喝水项目哦，你一定第一名。没有，是那个羽球。我就说他只是不想上去打，不然死他应该拿好几个金牌。幼稚园奥运杯，这样可以去打幼稚园奥运杯啊，我一定第一。刚补上去。好大一只哦。你不动我不动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动他就不会来找你。我以前听人家说被蜜蜂叮一次就会死了，是叮蜜蜂死，是一针他们自己就挂了，因为他们真会拔出来，真的在我们屁眼里面，然后就拔出来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屁眼就有。真的、啊？你这么有尝试啊？大鼓，反正你刚刚也不能录，我一直讲屁眼，你知道可以？屁眼可以啊，最好是。你都唱周杰伦的歌？那为什么你会喜欢周杰伦？因为很好听啊，听歌词听周杰伦，歌词很有内涵，不像现在都会答辩歌。什么答辩歌？可能是有些是为了押韵，还是念起来唱起来顺，那歌词又就是没有含义，就是白话文那种。嗯，你是说？没有，你不要乱发。我们去问他在想什么好吗？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它叫梅西耶，这条溪叫梅西啊！哦，原来他走来这边就在想，这条溪叫做梅西啊。现在想这个，他想。玉祥。他挑这个，哎，我不知道怎么样。他有理你吗？玉祥姓什么？祥。哈哈哈哈哈。夏玉祥。有几手？哇、哦！哎呦，我可以。哇，游击手真高！可以啊！哇，走掉过去，好远呐、啊！快点丢一颗！我操！哇，对面了！想骂那个女生啊？当初骗你打的那个、啊？给我帮你骂啊！为什么要骗我？这个去啊！啊！我拿住他！哎，对，我的手机！哎，没有破哎。等一下，这边都刮伤了、欸。完了，我的手机壳。喂喂，你要学他的动作，你要先抓一把，你要抓一把，你要学他，你看那个。啊，两只手。这样。正常速度啊，不要丢出去。我就丢出去，你就打到。三二一。三二一。戴眼镜，然后又是猴子，我是极客，发现你的天分了。